姐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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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
当然是你的啊。那安尼，你就证明给我看。好啊，来。去到恶作剧，咱一就知影。我的巴肚内骨在疼，哎，就是头脑欠灵，欠伤风啊。全部拢敢那给你一个，彩玉，我嘛是，我嘛真爱你。
珊妮，珊妮，你哪在这？我珊妮，我你凭什么跑啊？凭什么跑你？凭你去外面婚夫，凭你做小三？你若无结婚啊，男未婚女未嫁，你无资格跟我是小三。而且你敢无听人讲过，感情的世界内底，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。陈玉无爱你啊，伊已经无爱你啊，所以你才是我跟陈玉之间的小三。你紧离开好无？莫冻结我跟陈玉之间啊！去外面婚夫，搁叫你阿爸，我真正是看不着人诶！我来你是种查某，我是倒一种查某，拢甲你无关系，你无资格同我讲话。我才无成就你。教育囡仔，甲子女拔掉嘞，真正足悲哀的。你有尊严，赶紧离开，莫甲子女勾勾缠。子女以后的人生，毋是你会当霸占的。你真是强词夺理！你敢怕我？珊妮，雪莉，小心！小心！爸，爸，竟然是上车，没有爸了，珊妮。讲啊，敢真正是我有囡仔甲你拔掉的？讲啊，敢真正是我有囡仔甲你拔掉的？你是安怎要搞坏感情？当初咱做伙的时阵，是你主动着我，啊！不过想到这侪年了，你还在对待我，谁做谁做？你讲啊，你讲，你讲啊！珊妮，慢点，还是你进来啦！你对我做这种代志，我是要来了钱，你来得这你做错，你来得这。朱珊妮，你开笑哦！感情的世界内底，本来就没有先来后到。只有爱与不爱，可能较早陈玉爱的人是你，也毋过伊即摆爱的人是我，你着看清楚现实，莫阁高高甜啊！陈玉即摆对你已经无义务啊，家己来提条嘛对你较好。真佩服，我真想袂到你是这种人诶！我直直算讲，是一个真善良的千金小姐，啊毋过我到即摆我才知影。我真正足够足袂晓看人诶！凊彩你安怎讲？非得只要陈玉认为我好，安尼就好啊！我着坦白甲你讲，我甲陈玉已经交往足久啊，阮嘛毋是头一遍有即种浪漫的约会啊。即摆陈玉的心，拢伫我的心上啊。嘛，请你看得清楚现实。即马只有我会当甲陈玉斗相共，也毋过你咧，你会当做凊彩找一个女佣拢嘛会当做。陈玉想怎要爱你？你来到这里还无你，这里来介绍。可陈玉，你来到这里害我。陈玉。陈玉。你不是不爱听我，不爱听囡仔，难道你去管我们做啥？是的啦，我真的对不起你。